老板，卖一头公猪出个价。啊，这头猪长这样，30块。30块，不是要养一头猪多贵吗？那这头猪不是普通的公猪，它会小狗撒尿。不管第二招，他会对人放电，加码吧。31块。你以为这是屈臣氏是？再加一块的，对。你想，这只猪还有更厉害的功能，它会能歌善舞。我把那干了什么？哎，谁是 lady？ 耶！
这是人生。